设计闪灵灵，红娘当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农历新年就快到啦，相信大家都喺度谂紧着啲咩衫好。其实咧，红色固然系大家嘅首选啦，但系到底点样着先好睇呢？等我嚟紧示范俾你哋睇啦。毛特儿，你就真系讲得轻松啊！坦白讲，红色系一个好难招架嘅颜色嚟噶，一唔小心选择错误，就会俾人好孏嘅感觉。好似你咁啊，成套衫都系红色，最好亦都选择一啲有绣花图案，同埋配衬一啲饰物嚟到平衡一下。其实红色衫嘅配衬可以好多变，稳阵派嘅当然系撞色嘅连身裙啦，再配衬一对红色嘅袜，都好有节日气氛噶。另外，上身最忌着一啲有闪亮亮效果嘅衣物，想时尚一啲，不妨玩层次感玩撞色。其实唔一定要拣鲜红、酒红同埋橙红都可以好应节噶。不过其实物料亦都好关键。具有蕾丝的连身裙也是不错的选择，看起来也都年轻一点啊。